我现在激动的连这三个梦想都得到了，我沉浸在这个梦想里边。现在先，因为我第一梦想是参加，第二梦想林依轮，第三梦想跟摄影师打，所以我已经一直是沉浸在这个梦想里边，好兴奋。我觉得我们都有感恩的心，但是很多人没有这个机会。我呢非常幸福的有这个机会可以帮助中国队，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，所以我毫不犹豫的，我觉得很荣幸很幸福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帮到他们。阿姨，刚才您退场的时候我看全场起立给您鼓掌，您当时什么心情？我好激动，非常非常激动，也非常感恩。我觉得乒乓球可以打到这个份上，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啊！因为我从小在中国学的乒乓球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，然后跑到欧洲呢，也可以到欧洲呢，也可以用我的技术在那里可以帮助他们卢森堡队提高他们的技术，或者说我是卢森堡的形象大使，能够带给他们那个亮一个相吧。